街上来跟现场的所有乡亲，将平安、喜悦、吉祥分送。
送给现场所有好朋友。现场了，哇，看得出来他们的所有道具当然都是他们自己亲手打造的。今天好也带了很多大型的偶哦。好的，来跟前方的朋友预告一下，赶快准备好您的相机，要让大家发财的大财神即将来到我们的现场喽。很可爱的客家的大姐哦，阿姨哦，来到现场。